哎。还没有呢。但公司的黑胶你拿拿出来。哎，遇到你了吗？你。一轮掰，然后我啊，而且有些是下车不要不要觉得太油了，放下了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么难拿的时候。看看我擦油了，还擦冷却完了。哇，好像还电吧？电吧，电吧，电吧。肯定长得不够油。打了没嘞，先生？没有，十二点到而家未打。不过他还有事。
像刚打出这样打了打那个对吗？你不要跟他快了。印度啊，就这样一秒了。好，好。I'm not.